先拔頭籌。第一隻歌咧，就講下三國故事咯喎。咁啊，曹操咧聲稱有百萬大兵，咁咧其實周瑜好擔心，就喺個屋企度就冇出門。以為佢病咗，或者詐病，佢話佢詐病。咁咧就阿孔明咧就去探佢，點樣好呢？就大家一起去諗個計策去對付曹操，大家都同樣諗到呢一個係咩功呢？一間你細意欣賞咯喎。咁咧就飾演孔明咧就請到嘉賓許百成先生嘅，周瑜咧都係一位好資深嘅唱家，係鄭樹祥先生，俾啲掌聲歡迎佢哋入去啦，多謝。
为体量包。经闻都督身躯不适，所以特来问候。都督，你祖父安好？现在你有事了？禀大人。天涯海角多两岸。
此说，东东子火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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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周东东欲破曹兵，需用符，同是英雄之兵，你我通略。Yes, sir.
唱歌同埋啊香白蛇。